现在住的荒郊野岭的，大半夜听着这动静，多吓人！你说，得回这旁边是没邻居，要不然人不得寻思我家养狼啊？这么大动静，我老公一点没听见，还呼呼睡呢。楼下这帮狗也不知道是认床还是咋的，搬完家之后一到后半夜就开始嚎了。谁呀？能不能不叫了？这下不妥了，一嗓子全喊醒了。楼梯像我新贴的，让我晾一宿，说100斤以上的不让踩，下不去了呢。还、哎、这么能怕呢？干啥呢？不拆，你怎么在那晃啥呀？你出去看一眼去。哎呦我天哪，我老公下午在那块装了个门，谁也指不上了。我看我这么的。